环球网报道，据英国天空新闻4日报道，荷兰国防部部长称，何方成功拦截一起来自俄罗斯格勒乌 GRU 针对近日化学武器组织 OPCW 的网络攻击，并将4名俄罗斯情报官员驱逐出境。报道称，在海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荷兰官员出示了4名俄罗斯情报官员的护照照片，其中3人是网络官员，另有一人是办案员。4人于今年4月10日从莫斯科入境，抵达斯西波尔机场。据称，他们曾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海牙的总部执行侦查任务。新闻发布会上给出的照片显示，4人所乘坐的轿车装有 WiFi 天线，并在后备箱装有被认为用于实施网络攻击的技术设备。4人曾尝试破坏任务中用到的智能手机，并在离开宾馆时带走了垃圾，这被认为目的在于消除 DNA 痕迹。报道还提及，被驱逐的4个人随身携带了2万欧元和2万美元。